人嘛，对呀、啊。那里是什么？那里是四角屋吗？右上方是啊。哦。昨天看一狗票人在那。嗯。你想要还呢、喔？没有啊，我的话随便拍拍景就好。那我们来，我们以前那种拍法啦，大头然后转，两个人并在一起转一圈那种。哈哈，你记得吗？那个是用篝火弄的，你那个可以吗？最后两个头很大。啊，我有带那个，你先帮我拿着一下。来的都没有用。这样吗？看不是很清楚在哪里。要到很亮的地方，我看得到镜头才有办法。这个现在是什么啊？露营有没有？露营也有零点几吗？没有啊，因为朝你这个方向哪来的零点几？哦，有人了呢，等一下我。看你要等多久？先拍照看看啊。这是露营呢。对啊。我都看不到。要举高一点，是不是？两个人一直抖啊抖的，我看算了吧，因为穿雪鞋没有那么好转，不然你自己转，一个人转。哇塞！风吹下来的雪。来，你要我自己转啊？自己转就好了。东莞山植物园，这样应该比较稳。耶！好，你也一起来，你试试看嘛，就慢慢转就好了。这样跳高一点，好耶。东莞山植物园，东莞山缆车。我一直在躲的感觉，是这样。我觉得我转得很好，那拍个照吧，要吗？反正也不用看，也不用看镜头，就按就对了。干嘛？这边有很好吗？随便啦。好了。好，可以了吗？嗯，可以了。想擦个护手霜吗？不用啊。趁我现在刚好打开口袋。要护手霜吗？气喘药吗？钱包吗？
手头带起来就冰冰冰。而且这边的雪不太会卡脚哎、欸，你有觉得吗？那里有一个人头哎、欸。之前都看不到他谁啊，儿玉景翁吗？黄翁。你先，
我肚子一直很凉。你上菜。因为上厕所就一团嘛，然后就很冷啊。是这样。中间有个洞。不知道就很冷。我看现在几点。就一边滑一边觉得肚子很凉。1:40。你有特定目标？吸管山滑一次。上一次真的不滑？不想滑。我来找你来找我，我先走。你干嘛来找我？不要不要。哇，有离他远一点。这个啊，真的吗？尖叫的尖叫。他说：“欸，说也是要带着笑容。”被搞我的。因为不看上去就要飞了。有心理上的压力。よくよくこれをくじけず初めての式によくここまで来た。偉い偉い。他用着八字一路往下来，脚也很酸。这边根本就没什么啊，这边根本就没什么。太尖了点。看哪里？我这边哦，这边。我看哦。你要撤掉了，你下面有树枝呢。不小心就滑过头了。我们要下去没错吧？有一颗大块，刚撞到它。我有撞。直冲去哪里？右转啊。去哪一个缆车？去最近的那一个。最近不是吸管山的那个。去吸管山那一个，比较远的那一个。为什么啊？近一点那个是去什么？近一点那一个是回到东莞山口多少站？哦。对啊，我们没有要
我们当管饭，我们先划一划溪水。哦，这样交通了，太高了吧？什么意思？那他们站的那个地方要直直冲，接着瞬间要往左转。哼，我们昨天冲过头了。
对，兔的脚的长，不知道有没有比平常的兔子的脚的长大。你觉得？我有要踩在雪上吗？对啊。那我应该要长出雪板才对。还是他们很钉，也不会掉下去。好像蛮陷进去的。会吗？又很勤了啊！这样看，回头看，刷眼神很可怕。你看很干了，但是滑起来还好。它是看起来可怕，滑起来。你忘了去年我滑那个是冰面的状态，超恐怖。今天一次都不滑。是啊。一边滑，低短山滑一下，然后高天也滑一下。哦。低短山这边看一下路线，我猜红线那些东西都滑过了，但是黑线可能封闭的，我没有猜。所以这一个缆车，我滑下面这一段又再做一次上。然后就要再接另外一个缆车了。这段应该很短。
好像没看到啊，一大块的雪都不见啦，就断掉啦。哦，你是说它有断叉？嗯，所以被它围起来了。嗯，而且有几道，很危险。不知道他们是它断掉之前滑的还是怎样。嗯，我看一下，反正那个昨天就已经围起来了。你觉得我们真的会黑鼻子跟嘴巴吗？你说什么？我们真的会黑鼻子跟嘴巴吗？应该不会。也是有黑的话，二次国回来就黑了。你那时候就一直说我们会黑，因为那一瞬间我觉得嘴那边好黑的。那是我的汗毛吗？我不知道呢。你笑我，你笑我。咻咻，这里中间不见了，这边深的，所以原来是走走走到那里跳跳跳跳，觉得紧张了。这里啊，你说这里有什么？不是这里的，不然你说哪？左边的山上。左边的山上，左边的山上没有雪场。你说这一块吗？那边你看它，那个有一点。你看它下半截断，右下。就可以下车，这辆车速度算快的，它是有变速的那种。刚刚很奇怪耶，刚刚来我们第二次搭车的时候，一堆车挤在一起，但第一次的时候，车子间距很慢，很远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很可怕吧？那里，我靠！底下是土吗？还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断掉了。对，很可怕吧？对啊。到了。别急了。很可怕吧？我刚刚就看了，可怕。从西管山顶一路滑到最顶，随便啊。今天就是随便，往哪里都随便。对啊，才两点而已，你也不会要回去了吧？
这个了。打招呼啊。到了点心。刚刚我也在看。
到底啊。哪里啊？一管三滑到底啊。是这个箭头我不太懂，直走右转右转是什么？那条是绿线，那条是红线，左边黑线关了。走下去吗？那是 World Cup course 是什么？啊、世界杯 course 哎、欸。那、啊、上集就关了没？但是它有红色啊。对啊，都可以啊。你要走的话，就赶快弯过去。你觉得那好玩吗？都可以啊。那是什么？啊？就红线呗。你想滑这边还是滑那边？那就那边啊。就这样，这叫世界杯，他就写 World Cup course 哎、欸，啊？我是说黑了可能就关起来了。看一下，探头探脑看一下，再下去。对啊。缆车在哪里呀、啊？已经慢下来了。是中间这一段，从山顶滑到山脚，嗯，基本上就滑完。接着就一样回去高天岩滑一滑。哦，好、啊。往右边一点，对对。Thank you.
这样就全程滑完了。基本跟滑过了，滑过了。黑的没有，没有滑过。绿的我觉得之前我们有滑过。嗯，没什么印象。好像刚那个有那个桥那里好像有印象。那个桥？刚刚就是铁的那个。嗯，在头上的那个。冲上了车站。看他们就是可以这样，这么高，这么陡，走上去，跟那天的只一样，多陡，着地，多陡他都要走。有声音，但是我看不见。哎，是飞机吗？在那里。哦，螺旋桨的直升的飞机，所以有听到啵啵啵的声音。很低耶、欸，飞得慢慢，没有比上高多少、欸，是直升机啊，是直升机，对啊，尾巴在亮，而且它好像渐渐的转过来，这里为什么这里为什么会封啊？这里看起来还好，不知道，慌慌。巡视吗？他转过来了。哎、欸，他过来了，过来。对啊。他身上有没有个十字？我看不见了。然后腰上有一条红色的。对啊。看不到，奇怪，我现在我左右两边都看不到。明天后天哪一天最冷？冷的我要穿现在身上这一件。这件应该是最冷。哦，我就有三件啊，反正我就是回家那天紫色的那件最少。
有网子哎、欸。走左边，后来发现右边也有路，好呆哦。解决到这一条，是啊、喔，很大道哎、欸，人超多的、欸，对，还是有校外教学。可以做出蛮好的，是吗？欸，搞不好我们先用披萨来练，真的用披萨做馒头，什么东西？那我觉得大部分都可以。昨天这吗？对啊，是啊，那个黄牌子还配过，是橘色的线的下面吗？的上面吗？橘色线边边吗？切，上面是蓝蓝的，这边还是白的。东莞山顶在哪里？哪里？上面啊。上面那个是啊，那缆车道的地方。就很奇怪，我们回去的路居然是咚咚咚，不知道怎么跑到对面，然后再从对面再跑回来。
那是因为我们滑的过程当中，中间有个车子的隧道，因为我们都是用车子的隧道，因为中间那个我滑过去的地方，车子的隧道有吗？没注意哪里？我们又没有过站的隧道。但是Giant那个隧道就很长，知道啊，刚在上面眺望，然后眺望了半天，我又闻到它的下面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。我跑到对面啊，对啊，就是不知道怎么从这个山头跑到对面去的，就是一路往右下到底啊，嗯，然后爬上来，从那边爬上来，然后那边的缆车上啊，上去对面的山啊。回想一下刚在上面看到的下面，就是一个很妙的东西，感觉就在我们高一点点而已啊。是啊，这一段黑的，我说这次说没开的就是这一段。有人往那边走。上去的，就有点声音，有点让人害怕，但是其实，好，那就不是吧。这样我很费脚力，啊，累死我了。晚一点再切过去，我就是要切过去了吗？晚一点切也行。有血总比没有血好，没有血实在太惨了。
雪实在太惨了。有雪啊，只是它很平而已。第一次体会到披萨可以刮到那么平，超平的、欸，好像地板一样。那我继续走左边。好，可以过去了吧？好、啊，你要过去。你不跟着来啊、喔？就走啊！啊，下去。
好，走走走。喷烟已经分不出来，他们到底是摔倒还是在怎么刹车。刚看了一个大圈，看起来像摔倒。
本来觉得天气变差了，超冷的。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晒太阳。口罩，看你口罩上都是水。晒太阳。外侧。嗯。好，
不，嗯，我会帮你叫啊。那那你试试看、啊。我下去是不是。就这样就降下去，不要勾倒我。怕。你喜欢0.5是不是？一二三，反正很拍直拍都会拍到很多东西。一二三，很漂亮啊！啊我换换一可不可以？一万声好不好？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嗯，很漂亮哎、欸！你刚好帮我拍那么漂亮吗？你看一下。我的不好看。太小吗？你要一吗？不知道，我觉得我帮你拍比较好看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因为说你给我留的天空太少了。哦，是哈、哦。你看我帮你拍的，换你下去。你自己看，你看我帮你拍的，我觉得我拍的比较好。连一的我觉得也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天空做蓝就要让它露出来呀、啊。也要哦，好，看一下，一有吗？我拍了，嗯，这样比较好，我觉得比较喜欢天空啊。就是我要退远一点就可以了。哪有，刚刚也不用，是你取的，你地上取太多了，天空太少了。好。手机吗？我用我的 iPhone 应该可以。好啊。很难看哦，我姿势很难看哦。应该是不错。
在追我下去吗？不用不用。为什么？我在继续滑。你不要我录哦。那你这里不要、哦、这里还是陡的啊。